大家好，我是北米丁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易做的香菇木耳油菜。这油菜洗好切好，用到料是香菇、木耳、盐、胡椒、糖、料酒、酱油、葱姜蒜，还有点淀粉。待炒出香味后，加入料酒、盐、糖，加入热水，煮开之后加入木耳香菇，煮开个五六分钟之后，然后加淀粉。好，这样可以关火。等会水开了，盛出备用。最后再加上一点香油。